没给劳健保，没给劳健保，就该被追逃，就该被追逃。放任学习变宽松，放任学习变宽松，劳动权益去无踪，劳动权益去无踪。即将开学，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学校在因应教育部跟劳动部关于学校的兼任助理的事项的时候，出现非常多的乱象。不会以名称来决定法律关系，所以不会说他是学习型的工读生，他就会是学习，不是劳工。第一个叫做仓促上路，第二个叫做各大学巧立名目。那这两个特色造成了什么？会最直接影响到各大学院校的校园兼任助理，或是教学助理，或是各种形态的学生劳动者，他的劳动权益受到最严重的侵害。早在上学期的时候，我们就有去递交检举书，因为有很多实际上就有很多 TA 他没有保劳健保，然后事实上罚单也到学校来了，但是再到原本这个应该是由校方所承担的罚单，却转交到了各系所身上，那是极度不合理的状况。然后紧接着又在学期末的时候，校方又无预警的通知我们下学期可能没有办法去申请 TA， 然后接着呢校内学生就一片错愕，就说因为我原本我们校内 TA 就是已经一个极度人力缺乏的状况，然后可是校方又宣布这种消息，让我们学生整个就措手不及。于是在暑假校方召开了两场说明会，一个是兼任助理的说明会，一个是师徒制的说明会。但是这两场说明会校方都没有给出相当诚意，他们说兼任助理，然后依照校方的解释还有他们的扭曲的说法是说，因为我们是一种学习的关系，可是师大却把这个解释成是说，哎，师徒制是一种奖励制度，我发给你的薪水是一种津贴，而不是一种你透过劳务关系之后我发给你的工作薪资。师大身为台湾教育体系的首善的大学，它却以这种包装原本劳动关系，然后包装把原本劳动关系包装成师徒制，而甚至洋洋得意，还说要把这样子的制度分享给其他学校。首先肯认世新大学在新学期开始之前已经全面为助理纳劳健保了这样子，然后世新大学做得到全面纳保这件事情，但是我丝毫不解为什么其他公私立的学校为什么做不到。当月薪水应该要当月发，其实是不得迟发的，但是我在世新工作的这两年没有一个月是在当月领到我该得到的薪水。我现在是担任老师的国科会研究助理，但是我的劳健保呢有点奇怪，是由老师全额支付的，也就是说学校不支付这笔该支付的经费，要老师去省节省他的研究经费来帮我们助理付劳健保。那首先他们比较以一个劳雇型为限的方案，那以还有另外一个是不限制几个劳雇型的方案，那他们非常强调以一个劳雇型为限是非常好的，因为这样学生的负担会比较少，那在人事调动上对于雇主比较方便。但是就不限制劳雇型的观点来看，我们明明就可以在不管我们受雇几个雇主，那我们都可以合并把通过薪资合并申报，那根本对于学生的保费的负担不会比较重。那学校现在提起这种只能限一个劳雇型，然后可以随意选择多个学习型的工作，明显就是侵害我们学生的劳动权益。多数学校都是一样，以限制同学担任一个劳雇型，其他的校内兼职都要担任学习型。那这样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这样会造成同学他在担任一个劳雇型之后，他其他的他必须被迫去自行选择学习型，否则他没有办法去支付他日常所需的生活费用。这样子的制度合理吗？另外一个像是师大的状况，提出所谓的师徒制，而这个师徒制也被国北教大几乎是有样学样的发展出一个教学助理实务学习课程实施要点，要求教学助理如果要担任工作然后就要修习这个学分。那学习内容包括带领分组讨论、批改作业、课程咨询，
批改作业，这个叫做学习吗？那这样是不是每个老师，不管是国小老师、国中老师、大学老师，他的第一个学年，他都是在学习呢？那如果那这样子的方法，交大也是有样学样。另外，校园的劳动乱象也不止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中正大学自己巧立名目，设计了一个所谓的行政学习助理。行政学习助理，那要学什么呢？行政学习助理，他居然说要学的是办公室伦理、场地管理、生活教育、学习文书处理。办公室伦理，那是不是每个司部门他都可以说，哦，你来第一个月，你是在学习，你不是上班，因为你要学我们办公室的气氛，你要学我们办公室的伦理，你要学一个全新的东西。如果说一间大学院校，他定出这样子的办法，而且中正大学它还是有劳工系跟法律学系劳社法组的一间学校，它可以定出这样子的办法吗？另外，中正大学的经济学系的系所甚至直接写信给同学说，系上如果你要比照台大方式为劳雇型助理，请不要应征系上工作。这种不爽不要做的这种言论，在大学院校居然赤裸裸的出现。我想大家都知道，整个劳动条件的一个惨况，不是一个字能够形容，一个惨字能够形容。尤其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在整个教育的体制上，那种老师对学生的这种权威，其实是有另外一种形式的压迫。我们很清楚，我们很多劳动者出社会，在找第一份工作的时候，都不知道我们的劳动权益是什么。所以我们很希望这样的劳动权益能够深入校园，然后这些助理能够先从自己发难去做一个申诉，我觉得这是很值得大家来看待的。在9月7号，台北市劳动局其实也有劳检出师大、台大，他们分别违反劳基法24条，没有给付加班费，32条之2，超过了法定的那个工时。师大甚至于是有违反了49条女性夜间工作未经劳资会议的协商。那今天只要这个转一个神圣的名义，不管是服务或者是配合或者是学习或者是师徒，那么劳动权益呢就可以完全丢在一边。所以刚刚非典的子文讲得很有道理，今天劳动部应该你就是认定这到底是不是雇佣关系，是雇佣关系你要再加什么服务也好、学习也好、伦理也好，都没有雇佣关系这四个字来得大。那我想好，我们先举出先给你。那我想要请问那个，你是科长吗？好，科长，那我想请问科长一个问题哦。外校毕业很难，现在看一下。没有，检举书是我检举书的案例啊。那现在因为大学要开学，我们很多大学的那个同学，他在校园里面会遇到这种状况，什么教学实务啊，然后要学习办公室伦理这些状况。请问科长，这样子算是学，这样算是劳动还是学习吗？所以我们是希望，那我们要求劳动部可以针对大学院校有一个更全面性的劳检，然后劳动部也不要把自己做小了，在这件事情上面不要因为教育部说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是学习，什么事情就这样认定。看到劳动部的相关的长官，他现在好像还在劳动部里面。那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这里得到一个答案，就是关于这样子的一个各校要求同学去学办公室伦理，要求各同学去学文书处理，要求同学去批改。非常感谢高教工会这边帮我们收集这几个学校。其实这几个学校有一些部分我们手上是有资料，所以今天高教工会提供的这些，我们会立即。我们现在其实机制上面，我们会立即邀请跨部会，然后必要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劳烦这个校内的学生或者是高教工会协助我们，就事实的部分再去了解。就我们老实说，我们现在已经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学校，我从那个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入场，到全面性的找学校来，其实我们劳动部都有持续在接触。